另外，今年市政府赶快嘛是伫咧一河上岸，在江边运动公园，因体育馆来举办着金婚礼站活动。包括市长头先提过议会的副议长郭明斌，拢为着96对才结婚超过50档的阿公阿妈来献上祝贺。现场嘛特别准备一件100公分的巨无霸凤梨酥，来分享给在场的阿公阿妈来品尝，气氛是温馨又个感激。江宜市长陶兴泰、副议长郭明斌特别邀请到婚龄上届长的89岁阿公陈祖昌和88岁的阿妈陈氏素金，阁有年纪上届大的93岁阿公孔令兴和84岁阿妈孔张惠芳，做伙出巨无霸的王来酥来庆贺。江宜市政府特别选择咧中央财政系在江北运动公园的体育馆举办金婚礼站活动，为96对结婚超过50档的阿公阿妈来献上祝贺。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嘉义市今天只有60年以上的就有18对，这个要一起结婚超过50年，甚至60年，非常非常不简单。这个要夫妻两人相亲相爱。恩恩爱爱50年以上都没有停歇，两个人要一起在一起，而且两个人都要身体健康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我们在这里恭喜他们所有人金婚快乐。在主持人的鼓励之下，在场的96对阿公阿妈手中提着甜筒，手牵手交换者来享受甜蜜的滋味，现场气氛是相当的温馨。今年市长陶兴泰嘛，在场特别宣布10月初七发红中奖礼金，65岁到79岁3000块，80岁到89岁6000块，90岁到99岁9000块，比去年增加1000块。而100岁以上会当有12000块，比去年增加2000块。全部受益人数总共有33776人，接受向长辈来献上着中央节祝贺。最新新闻，中央新闻网小三加二七彩虹报道。